吧，很香，然后我会随身带着，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睡衣，穿在身上之后不会有什么束缚感。如果说你穿上它之后突然想起来，我得想一个舞蹈动作，穿上它你不管是怎么劈叉呀掰腿呀，你看它的这个弹性都非常好。你们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，王恒，等一下啊，那个你的私密位置我看怎么弄一下，这样我给你这样挡一下。哎，对了，莫卡，你给各位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？莫卡，莫卡，莫卡，它呢也是我要带进组里的一个东西。哎，最重要的。哎，对了，哎，不跑不跑，哎，过来莫卡。哎啊，莫卡，是他遗恨上丝绸。